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，干嘛呀？陪我一起回娘家吃饭去。我要睡觉，不去。你给我记住啊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你也别找我。老大，今天我要和你们不醉不归。老婆回娘家嘞，我马上就到，等我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。干嘛去呢？这是干嘛呢？梦游？哎呦我的妈！梦游？我怎么会梦游呢，老婆？我说你去参加个同学聚会，就把你兴奋成这样啊？多少年没有聚了。我这是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走嘞。等一下，叮叮叮，你脸上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洗过脸的呀。来，过来，我帮你弄一下。哦。这么大个人，脸都洗不干净。这边也有，额头上也有，你自己看。我看不见。哎。好了好了，真帅。帅不？走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公啊，在这世界上谁跟你最亲啊？你呀、啊。为什么不是父母、兄弟、儿女呢？父母再亲，但他们终将老去，他们赐予我生命，只要平时尽孝心就可以。兄弟再亲，分了家，各自领着老婆过日子；儿女再亲，成家立业，各奔东西。陪我到最后的。只有你，谁亲？老婆最亲。老公出来，我给家里人买年货了。老婆真好。不过这些年货得按家庭地位领取。完了完了，按家庭地位领取，我能得到什么？不行。你来分配。这个是给丈母娘的。为什么不是我？丈母娘对我什么样，你对我什么样，你心里没个数啊？是是是。这个茶叶是给老丈人的。猜对了。各位观众，接下来就是我和丁嫂分配年货的重头戏。你看这一拉肠有香有甜，尤其是它的肉质坚实而弹，这么尊贵的皇上皇如意拉肠，当然只适合我亲爱的老婆啦。李小薇你认识不？你哪来这么多钱买年货？是不是用了我的奖金？切，想知道这么好的年货哪里买的吗？你点击左下角的百宝袋，就可以抽天猫年货节满300减30的津贴，抽就中，怎么买都省钱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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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是我的。